聯合國正同中國商討派員到新疆考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接受加拿大傳媒訪問的時候透露，正同中方磋商派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到新疆視察當地人權狀況，但目前未有定案。古特雷斯期望雙方盡快達成共識，安排巴切萊特不受任何限制感到訪中國。